所有的运动都是往前冲刺，争取胜利。只有拔河，却是要一步步的往后退。慢慢来嘛，前面在拉什么东西啊？郭教练，这几个是新来的高医生。我叫李春英，我叫王奇华，我叫黄玉娇。华玉娇？不是华玉娇，是黄玉娇。为什么选八队？我想要升学，我想要出人头地。我们在这边有吃有住，只要撑住三年，我们就是名校的毕业生了。不是你们选拔河队，是拔河队选你们。他真的要比你俩会赢啦！你不要瞧不起我们这些女生拔河队的。来来，尽量吃，尽量吃，我到阿姨家去做贼吼。泡面包。学姐，我们真的要把全部吃完吗？当然啊，还差30公斤哎，大家加油！这些帮你跳蛙跳的同学，有可能都是你这一辈子最大的力量。你们这些拔河队的，功课烂又爱闹，不觉得丢脸吗？我们是认真念书考进来的，他们只不过是拉一拉绳子就进来啦。校长，钱就应该花在刀口上，你要不要考虑干脆解散拔河队啊？啊！你去拔河，你就靠出息啊！就不要因为你一个人把我们整个队都输掉。请你离开体育馆。我说，请离开。现在，预备，下。啊！相信自己，什么都免惊。节奏，节奏！你没有跟大家一起呼吸。拔河的价值最重要就是坚持，可以坚持的人才能生存下去。拔河是你的比来的，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出国比赛，这一群小孩的命运真的会很不一样。可以，你们一定可以。教练呢？